对，那就有点儿，这样吧，就是那个，那你要刚买，那不买到了，那再买刚卖的，那再买刚卖的，那再买刚卖的，这个道理现在一天不能怎么样，对，质量非常简单，但是他要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才能成功，要不然的话，啊，你才是说，对，那么。 哦，有的你知道的呀，然后你再赚的还是啥？哦，是汽车的，这个时候赚着的。哇，你开的不成，说老的说，就全这个，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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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，
前又会有变化，内功是练啥？是练您气血动，是气血动产生的。你看，你最后都这样说，但是说了，你听着，练完了，你听着那个道理好像是对，但是不知道是咋弄的。当你知道哦，把那个气血动了以后，你才知道哦，这个气血动了以后，它产生能量。好，你在那再练你练，哦，是，你在练了后练气血动。他在走路时候是气血的，所以被压拳，这就是其中秘密中间的秘密。原来这东西不讲啊，丢掉的也是这，现在就是说的内源，内源它丢掉的东西也是这，就是说的现在人都搞搞气干嘛？他们看到的都是啥？在这。再继续练的练的出来，对，但是大家长到家烂了，那个硬功很难，是没用上。那东西，你说它是气功没有？不能说不是，那是一种，我们说的是一种硬气功。硬气功那个东西要用到实战上，它太不适应。你只要去，你按照那种思想去弄。这个动作慢的那怎么再慢的没法用，你看你动作没慢，你就是咔啦劲，你去打谁去啊？这个动作切换一分就是，所以他的就是说的，他的最后也练到了以后，就是你这个气血，它产生了一个灵动的气血，产生了一个灵动的劲以后，这个劲是非常灵动的，啊，这就是说的，你这个你去看，你去想。都没那么快，就你去想都没这个动作快，他就最后他都形成了一个对。所以说，他的在本身呢，那就是说，在理论的话，对这个，他只是说，你这个时间你能做到，能身上体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就是说你才能理解这个他的全部在说的那句话啥意思。他这个啊，一喝都有。一动无有不动，这样说的全都是实实在在内。所以呢，从话也是少，不说在哪个哪一个，再说了一点钱，说了以后咋用它？就是你知道会咋用，没法用啊。咱们的结论就是说的，因为和一气不可言，你看是不是有这句话？对了，买一气就可以了。那，你就说这是所有的一话筒，在哪边上的哪？还是就是说的，还是就是那个转的那个东西，都是你。在这所有的他靠一点，从前到后，以后到前，这不就是一场？从后到前，这就是一个走，他还是从后到前，他是当初的事，他的手里边的菜是他的菜，最后这个菜他重新再干了一个角度，同时头
做到最后了，冲刺的做到最后，做不做是一动心的一个事情。他所说的，他所谓的心，就是不是所谓万通的，而是说在掌握了一口，就是为了在这个最后，就是他的王位都是，就是说的，王的王都把他取回来的地方，所以说都回到这来。在这个喝的这个过程，就是进入过程。他到最后就是走到这个最终圆的时候，他的最终圆到集中我为最终，走到最终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个很多。在这个时候，就是说的，他有一个就是说的。你们讲好多了，他这个东西思想过去来说，他就是要出家，只教给别人。你家家里面的人都会了吗？还是个大包子的？我心里不好，对呀、啊。这个你自己的智慧，就是这个通过练，你自己也会。对，有些这个下面的东西，我们也没跟他去这样去交流过。老师是交时间，不交利润。对，他就是说，你与啥样是对的，他肯定你那样是对的，哎，要么你那样是错的。他就是说你过来的时候再人家，你走出去的时候再拿着人家。
这活的我跟你说，手把手的给你。当时就是说，你这个理论是给你说出来，就是你现在做，我跟你说这一个的。对，他不说，对，他就是说，你知道了，你自己练，你再说。我就是，对，你像我们以后反正是提高了吧。那也有可能是他还没想起来打什么这个。他就是说，跟他来说，我要么我写的书，都那天我，你说我要写的书，我能说明白的。我说你写的书，你准备写几页？都行，我看。我说那都是几句话就说清楚了，你还写个书？你写个书，还写个多少的书？他说就是也是。哎呀，不，这要不多说点，这我这不咋行了。你写多少个人连你了？我是干那个为了凑钱说的。啊，一多抓不住重点了，连着连着不了了，连着连。这个是啥的？写出来了，一个人就是说成名，写那个太原图书馆写的成名，就叫写的书嘛。不是教书先生讲成名。他不在新加坡看到都成名了吗？别人都成名了，那他成了什么？我面前的那个打出来的，那所以他又说我那咋办呢？就是写出来的，所以说他无用都不懂，所以他写的书了，他就是。我觉得，非常就是，那他主要就是，他在这个后勤的五点的。他们两个叫他教我，教我说大人的语言，那个教官比较传统的教官。那就是说了，那他对他以前能做多大贡献，他就是把他写了。那至于说那写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那样的，总弄的对不对，他也不懂。你说他那晚上这个做啥不能对？对，所以说等他返回来，你想叫我们再去想。你说他自己都没办法那样子，你叫他写出来那个书，那到底那个书到底是啥样？我要写他原来是他自己写出来还是？他是后人给他加的，那也说不了。他说他原来有那么多没有，那也是这样，那也有可能是后人，有可能你给他加就我给他加就加。原来有啊，现在老好了。那不管他了，那听到你们写的，他以前是哪样的？他一天打手鼓，干一天。那你看那，现在你接了他，要是拿到那比他还好做。你说我手机上都有，想看我发给你。谢谢了，陈大明，唐叔，陈大明的，然后他来了，我操，老师那块，对对对，陈唐叔，陈唐叔，陈唐叔。我的微信在那，微信没开启啊。微信没开启，嗯，了。你们加吗？加一下。那个，我也加一下啊，加。参加，嗯，行。